马家窑文化的彩陶，我们拿出几件来看，你就会发现它有它自己很独特的特点。也许这与它发源的地域是有关系的。有几个值得注意的，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个陶瓮。这个陶瓮从外壁上看，它的装饰面积很大，而这个装饰图形与这个陶瓮的整体造型结合得非常完美。陶瓮的肩部很饱满，很宽，